瓜田吗？谁呀？是我。给我吃一块。找我呢吗？我在这儿呢。过来，我不会白吃你的。听着，那棵石榴树下有钱。会再来的。春琴，快来！哎，真发着钱了！太鼓の響き、塔を夢見た時に聞いたのだろう。倭国法师空海前来长安，驱除邪祟。陛下这个样子有多久了？七天七夜，睁眼无眠。请施法吧。猝死于风邪，血啊！法师，皇上病天是大内机密，
法师跨出这扇门，就当从未入过唐宫。哦，擦擦鞋底。 没想到宫里召我，是为了皇帝的病。可天子却明明不是死于风险。空海法师，白作师，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太医已经说了，皇帝死于风险。都抬出去。七日不眠。不可能是风邪所致。在下起居郎白乐天，专写天子行旨，不知道皇上真正的死因，我下不了笔。白左使在宫中多久了？三年了。怎么？内宫豢养的玉猫是黑色的吧？我在宫里三年多，从未见宫里养过猫。刚才伏地跪拜，手上沾了一缕毛发。不错，只有猫猫才会这么又细软。你在找什么？猫脚印。这就是说，有一只猫不但进了宫，还靠近了皇帝的卧榻。你的意思是说，皇帝的死跟一只猫有关？什么东西？皇帝已死，后起李诵。李诵是谁？马上就要登基的太子。叫人多买几条鱼回来，鱼不用它，它光吃野竹子。这是前朝旧宫，哪儿来的动静？小心！是只猫啊。
吧。走了，走了。法师，白大人，你说的对，宫里确实有猫。你看见了？没有，宫里巡夜的人说的。还有件怪事，接着说。有个叫陈云桥的金吾卫，家里也来了猫，竟然会说人话。这又是听谁说的？陈家仆人们传出来的。可惜我要走了，这件事已经跟我没关系。倒是你上奏了吗？这件事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了，我不干了，辞官了。我辞官就是为了专心把我的诗写了，我是个诗人。听说长安遍地都是诗人。我不一样，我是两榜进士出身，可以当大官的，不做了。那怎么只当了六品起居郎？也是为了写诗啊。只有起居郎才能整天泡在宫里，看得见皇帝的一举一动。除了不用那个，我就是个太监。你在写皇家的故事？不错，别再问了，我只能说这么多。诗名叫什么？长恨歌。哦，爱情诗。跟你说了，别再套我。主人公是谁？哎，是皇帝吧？所以你才想了解他？闭嘴！皇帝爱上的一定是个妃子。那你说说，皇上为什么爱上的一定是个妃子？皇帝一般不爱皇后，更不会爱上宫女。还有谁？厉害呀！别客气。你猜得对，《长恨歌》就是皇帝和妃子的爱情故事。写完了吗？还没有，等写完那一天就是我留名青史的日子，跟谁也没说。大唐最厉害的诗人是李白吧？李白不过是早生了30年，沾了些开元盛世的仙气。听说过白居易，那才是今天的大诗。哦，什么时候也引我见见？白居易，他可狂得很，自称是无情无义无法无天，只认诗不认人，谁也不见。哎，孔海，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国了？你来大唐到底是来干嘛的？我想做大唐青龙寺慧果大师的弟子，可惜连山门都没能进去。孔海，这一点都不奇怪，青龙寺是大唐密教的祖庙，当家的慧果大师当年从狮子国取回了秘法，座下有上千僧，可他却说没有一个够得上做他的弟子。吃瓜喽！吃瓜喽！一只瓜，空海解决不了中和，那就多来几只吧。好，再来几只。水。咦，发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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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长大，再大。开花吧！看到没有？结瓜了！是幻术。明明是瓜，大家都看到了。大家都中暑。走吧。二位，吃瓜吗？
没带钱。啊，我卖的不是瓜，是幻术，你没种树，不能收钱。吃礼了。老伯，架子上的瓜只有一只是真的吗？嘘。你能看穿不简单。哎，听口音，你是我国人。我叫空海。啊，难得有缘，这只瓜送给你了。不敢当。什么东西，滴滴答答的？还是种树？还不快扔掉！我扔的时候又变成西瓜了。好厉害的幻术！我现在相信猫说话，也可能是真的。那个金无畏叫什么？陈云桥。云桥，你慢点，急的姑娘啊，不等人。中间那个就是陈云桥。要去哪儿？胡玉楼，长安第一妓院，还跟着去吗？那当然要去看了。兄姐，哎，奇怪，僧人上妓院不犯戒啊！你是上妓院，我是供奉极乐天女。
袍子，刚给您拿回来。好极了，再拿去当一回。是。看来白宗许是常客。带个和尚来还是头一回。云桥，谁喊我？是我。钱花完了吗？还想不想要？就是什么？云桥，你家小猫又给你送钱来了。能给钱？今天来赴宴的，是个人都有一个畜生。我赏什么呢？赏你条鱼吃吧。我只吃眼珠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把谁的眼珠子给我？总是要还的。听好了，明天晚上我要去你家做客。
春琴。作祟者是何妖物？是一只猫。不玉楼的猫和宫里的猫有什么关联吗？两处出现的是同一只猫。嗯。两处留下的爪印都是三重一轻，一模一样。三重一轻，什么意思？意思是这只猫的一条腿受过伤。李少坚，请看。那么法师的意思是，皇帝的死也是那只猫所为了？确定无疑。这么说，是委屈你了，白左使。你不是辞官？辞官罢官没什么两样，六品小官也有官格，我只求下笔没有假话。昨日太子登基，大典刚刚礼成，就偏瘫了。皇帝一死，后继李诵，预言实现了。天子遭人施咒，前所未有，何人可破？空海万里而来，在倭国是大大有名的驱邪师，降服妖猫，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呢？为什么害我？你本来就是驱邪师，再说了，你不是想进青龙寺吗？现在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了。嗯，你又在想什么？我在想，为什么妖猫攻击的偏偏是陈云桥？陈云桥是金吾卫的统领。金吾卫是什么官职？皇帝的卫队。陈云桥的父亲、爷爷全是金吾卫，三代世袭。三代世袭。那只猫说了一句：“欠债总是要还的。”到底是谁欠了债？欠了什么债？才让两位天子连着倒下，金吾卫统领也遭到攻击。皇城。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你不是问我是谁欠的债吗？是谁？一定是和前朝有关。前朝？前朝和今天的陈云桥有什么关系？那猫真的会来吗？他昨天晚上亲口说的。嚯，可是你惹的啊。钱是你花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救我吗？你到底是谁？玉莲怎么了？玉莲姐昨晚晕倒以后就一直昏迷。她不是昏迷，她中蛊了。 去取一块带血的生肉，快！是。这么美的身体，怎么一烂跟花儿一样白了？现在不是作诗的时候，快找笔墨。 立夏，今晚让我在你这儿住一宿。 万字不是字，是光。你看，来了。是干哥的生肉吗？是。交给乐天。牡丹，你抓住鱼鳞。 这种虫在人体内会发出剧毒，要用带血的生肉才能把它给吐出来。是谁给玉莲下的毒？心怀怨恨的人。一定是丽香，陈云桥原来是他的相好，他恨玉莲姐抢了他的人。不一定是丽香，这杯酒本来是给陈云桥，陈云桥无意中给了玉莲。法师。 你行行好，把我们家春琴也救了吧！啊！云想衣裳花想容。小心！ 月光下人没有影子，只有猫才喜欢在屋脊上行走。
他引的是什么事？那是句李白的诗，形容美人，衣服如云，面如花。诗是什么时候写的？在什么地方写的？我带你去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天子藏书楼，说是我的也行。那边，金以清不是齐巨浪吧？还敢进来？管他呢！退，寇海，停下！往前退！哦。停！天宝十五年春天，玄宗皇帝李隆基在花萼香回楼为贵妃举办生日宴。哪个贵妃？有一半胡人血统的杨玉环。当年在玄宗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李隆基宠爱杨玉环，他在太监室内住酒七千斤，整个花萼楼外牡丹种了十万株，万方来朝，宾客如云，这场宴会名叫极乐之宴。期间，玄宗皇帝命诗人李白为贵妃写一首诗：“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这个人恃才傲物，一支笔宁写苍生不写权贵，一辈子没有给王公贵族们留下半句好话，唯有这首诗是例外。就在极乐之宴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杨玉环，见到之后他就疯了。疯了？不疯啊！不疯哪里写得出这样的好诗。李白承皇帝命做清平调，岂止一句就是“云想衣裳花想容”。见到了贵妃本人，为什么只写云写花呢？和尚啊和尚，这世间有言语形容不出的美，不是这神来一笔，李白哪写得出杨玉环的美和李隆基的浪漫？过来，所有了不起的地方都想开疆辟土，威震四方，玄宗也不例外。但是在我眼里，这都不是真正的李隆基。只有敢于拿一朝盛世去换一个能和他比翼齐飞的女人，那才是李隆基。他爱杨玉环，他知道大唐有了杨玉环，才有了魂。多少次的午夜梦回，我幻想着我活在玄宗的时代，我也走进了花萼香回楼，我也看见了他。我想请教，李白一生写过多少诗？他是诗仙，诗多的数不过来。哦，那为什么妖猫偏偏要念杨玉环这一首？他在念给谁听？你说念给谁听？念给你听。如果你的诗和李白一样，也是关于杨玉环的。你的诗《长恨歌》写的就是玄宗皇帝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我说的对吗？不想报官，这瓜怎么卖？你看，不是给过你一个了吗？吃了，好吃所以才又来。
想说什么你就说呗。关于幻术，我有一事不明白。幻术嘛，有什么不明白的？不就是假的吗？可那妖猫夺人眼睛和性命一点不假，所以我才来向你请教。这可真奇了，猫和瓜有什么关系？如果瓜不是瓜，那猫？那猫也不是猫。不是猫，那是什么？你以为瓜能凭空变出来吗？幻术里也有真相，所以真相还得回到猫身上找。多谢。啊，还去陈家？我会不会也变成一条被妖猫吃掉眼珠的死鱼？暂时不会。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妖猫应该知道你在写《长恨歌》。昨晚门前没有这棵树。树下的女人是谁？不是春晴吗？先住手！昨天晚上哪里是这个样子？喂，两位客人。上来坐吧。坐吧，茶都倒好了。空海，你到了大唐也懂茶道。嗯，你知道他叫空海？我也认识你啊，白居易，长安城里赫赫有名的大诗人。不错，他就是那个无法无天无情无义的白居易。白居易，你的《长恨歌》写完了吗？我说过，他知道你在写《长恨歌》。其实你早就写完了，不过一直都不满意。这也难怪，你写的都是假的嘛。连李白写给贵妃的诗也是假的，写之前他根本没见过娘娘。你竟敢说李白的诗也是假的？既然李白的诗是假的，你为什么要在屋脊上吟诵“云想霓裳花想容”？这首诗贵妃很喜欢，是娘娘亲口告诉李白的。你不是说李白没有见到娘娘吗？见倒是见了，不过是等到写完了诗，把皇上赐的笔扔进酒池子以后才见的。你怎么知道李白写完扔笔的事？我在那儿啊。在哪儿？在宴席上。哪个宴席？极乐之夜。你到底是谁？先说说你是怎么受伤的。是左后爪吧？没错，我就是皇上亲养的玉猫。
皇上本该和我相伴终老，不想一场战祸，他竟然抛下我一个人逃命去了。后来呢？后来有人狠心挖了个坑把我给活埋了，幸亏我命大，从地底下逃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你闯进寝宫对天子施政。下令埋我的是大唐天子，我就和大唐没完没了。和陈云桥结的又是什么怨？活埋我的就是他爹。你说的这是30年前的旧事，一只猫不可能活过30年。我到陈家报仇，没想到吃了他家有毒的鱼，死在了床底下。我一点冤魂不散，又没人收尸，才变成妖猫出来作祟。你为什么借春晴吟唱李白的诗？又为什么让我们看见树下的杨玉环？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想要告诉我？我的命不就和他一样吗？和谁一样？他们怎么敢演奏进去？一抱着胡人血统的杨玉环善舞，这是玄宗皇帝亲自为杨玉环做的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以后就被禁了。陈强，
杀！别再告诉我这都是幻术。陈云桥疯了，春琴死了。乐天，你听见春琴死前说了什么？他说：“别埋我，地下了，我的命运跟他一样。”他指的就是杨玉环吗？而妖猫说他是被活埋的，那是不是妖猫想告诉我们，杨玉环也是被活埋的？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几次三番提醒我别动手，别动手，到头来妖猫说的每句话你都相信。这回是你中术了，我可没有。谁让你进来的？门开着。告诉过你了，白居易不剑客。司门也说，妖猫都看到了，所以他能把春琴幻化成你想象中的贵妃。从宫里到胡玉楼，再到陈云桥家，妖猫一路都在引你寻找贵妃死亡的真相。为什么偏偏是我？因为你在写《长恨歌》。我也明白，如果贵妃是被活埋的，那你的《长恨歌》就白写了。明白。你刚走进这间屋子就说你明白，你没尝过我在寒冬的夜里苦苦解释鬼囚一子的折磨，就知道什么是心碎。因为你是白居易，因为三十年过去了，仍然心系贵妃的只有你。樊之死，于时犹在。安史之乱，玄宗出逃，路上遇到兵变，玄宗无奈，不得不亲自摆令，让太监高力士勒死了贵妃。提个起居郎，不会不知道史书也有造假的可能。正因为我知道，所以我才冒死闯进了凤栖楼，偷出了物证。你从宫里偷东西，给我看看。玉奴二字是杨玉环的乳名。头发是他送给李隆基的爱情信物。玄宗过世多年，留下了无数遗物。我打开他最私密的七宝函，里面却只有这只香囊。要是李隆基不爱杨玉环，一绺头发何必珍藏到今天？你也爱上了他，你也为他疯狂。我是为他不平。大唐陨落不是他的错，杨玉环不该如此孤独地被埋葬在马嵬驿，所以我要做一件连李隆基都做不到的事，让他再活一回。但当你一动笔，就发现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妖猫知道你的疑问，才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长恨歌》的爱情故事是假的。
我知道我写不出余云想一场花想落，我可以一辈子活在李白的阴影里，但你不能说我的长恨歌是假。其实要说起假，我也是个冒名顶替的假货。你不是和尚，我是说我只是个普通的沙门。 我师父才是最好的驱邪师，他身体病弱，才让我顶替他来到大岛。来，是为了求法。空海，私は生涯を修行に捧げてきたが、未だに解脱しておらん。心身ともに辛いことよの。 天竺から大塔に当たった密教の教えは世子を超えた天の教えと聞いた。空海、頼む。何としても日当してそれを将来してまいれ。 也许是为了帮我下定入堂的决心吧。师父在那一刹那圆寂了。我师父在那一刹那圆寂了。也许是为了帮我下定入堂的决心吧。师父在那一刹那圆寂了。传入大海，我的骄傲和自信受到了考验。 倍数的咒语金蝉在死亡面前通通忘光了，但我却记得那个母亲对我说的话。是什么能让她那样的平静？我既然活下来了，就一定要在大唐无上秘中找到这个答案。 贵妃死的时候，我有证人在场。以前在教皇的时候，由我去照顾娘娘的器具。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贵妃死的时候，嬷嬷在场吗？在，是皇上下的令。 我亲手绣的白绫，交给了高力士。没错吧？之后呢？叫我们的时候，贵妃已经死了。所以，你并没有亲眼看见高力士勒死贵妃。谁忍心啊？对不起，连皇上都回避了。 那怎么知道贵妃已经死了呢？就五位陈玄礼亲自来眼看，他把一支香放在贵妃鼻子前面，香烟不动，证明贵妃已经断气了。死后的贵妃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是睡着了，比活着的时候更美。贵妃死后就像是睡着了，确实很奇怪。如果是被勒死，为什么脸上没有痛苦的样子？我也在想。陈玄礼是谁？我告诉过你，陈家是三代世袭金吾卫，陈玄礼是陈云桥的爹，马嵬驿兵变的主谋。现在清楚，妖猫报复的全是和贵妃死有关的人。那为什么这位老宫女活了下来？啊？不该带你来见乐天。我想知道马嵬驿兵变后还有哪些人活着。接着遗缺代码，朝鹏是谁？他也是你们倭国人，钱塘使留在长安的属他官职最高。阿部仲麻吕先生就是他。马嵬驿兵变他也在？他在，可是他早就去世了，加上又是倭国人，坊间找不到他的文字记载，所以才写了遗缺代簿。阿部先生在长安有家宅吗？还有个侍妾活着，名叫白灵。是你，还带了谁来？失礼しました。私は日本から来た空海と申します。どうぞ。中丸卿は当時、日本に戻る思いはあ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中丸様は港に着いてから。考えを変えたのです。小さくなっていく船を見送り、長安に戻ってきました。なぜですか？一人の女性のためです。その人の生死が分からず、だから残ったのです。中丸卿はその後、そのお方が生きていたのか死んでいたのか知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しょうか？聞いていません。中丸卿は長い大統生活の間に何も文章を残していないのですか？日記をつけていましたが、燃やすように言われました。中丸卿がつけていた日記を燃やすのは心が痛んだでしょうか？残機に耐えません。盗み読みをしてしまったのですから。そして知りました。中丸様が愛していたのは私ではなかった。今もなお長安に一人で残っているのはさぞ寂しいでしょう。私に預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中丸卿が生前に抱いていた懸念を解くことがで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中丸卿も安らかに眠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
30年が過ぎましたが、日記の冒頭の一句は今でも覚えています。我是一个无情的人，我是一个无情的人，但我却疯狂地爱上了皇帝的女人。受到皇帝的宠爱，大唐的开明大度以此引来了四野八荒的目光。他是大唐骄傲的象征。
借极乐之眼挥洒出他心中真正的大唐气象。他竟然是这样一个奇女子。娘娘，皇上让我问你，他送你的这件红色霓裳，你是喜欢呀还是不喜欢呀？皇上在哪儿？陛下，娘娘，请看。图给皇上，花给娘娘。我还是喜欢我这猫。练虎的人名叫黄鹤，是当今最有名的幻术大师。来喽，来喽！我要抓住那些花儿。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两位白衣少年，他们是黄鹤的徒弟，一个叫丹龙，一个叫白龙。还真有只猫。你这一身的酒气啊，澡也不洗，衣服也不换。我不洗澡不换衣裳也比你干净。是。嗯，李白，你的荣华富贵就要来了。你是谁啊？有什么事？我是高力士，皇上派我来跟你讨诗。写什么？写美人。没有美人。当今谁最美，你就按谁写不就得了？别人让我写的，不会写。皇上算不算别人呢？他叫你写，你就得写。你给我把靴子脱了，我就写。我只给皇上脱靴。娘娘说，极乐之宴，无有尊卑上下之分。我找个官大的一试，果然就试出是假的了。高力士，在。你欺负皇上和娘娘啊！这是娘娘的翠箫。去，看什么呢？你们这是白鹤少年。太奇妙了，是幻术。没什么，一切都是也有也无，真真假假。我说的不对吗？对。把翠箫还给娘娘。留着吧，不一切都是也有也无吗？你大？我大。他是我爹在河边村子里捡来的。
白蓉这个名字都是我爹给他取的。你对娘娘不该说谎，我爹赌钱输了，把我卖给师父。师父就是我爹。站着，转过来看着我。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在叔父家长大的。寄人篱下，反倒让我对别人的好，一点一滴都想报答。你也一样，对吧？缺了一个，你们就不是百合少年了。云想一场，过来。他是谁？花香容美，春风拂槛，舞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风。好了。不改改，一字不改。写的什么呀？写的好不好啊？自己看。我要睡了。乐天，李白的笔，杨宝全说对了。快起来，快起来！娘娘来看你来了。谢谢你写给我的诗。啊？给娘娘写的诗，哪一首？云想一场花想容，写的真好。娘娘这么夸，俗了，没那么好。再说这诗也不是给娘娘写的，这诗就是给娘娘写的，不是写娘娘，那是写谁呀？我也不知道，可我不能骗娘娘吧？把靴子穿上。李白。嗯。大唐有你，才真的了不起。云想衣裳，花想容呗。怎么写你背上？这诗是李白自己要给娘娘写的，还是你让他写的？皇上，转过去说，是李白他自己要给娘娘写的。娘娘是真喜欢啊，赏还是不赏？重重赏，让他明天就离开掌门，永远不许再回来。那皇上写的那首祝寿诗，要不要也给娘娘送过去看看？不用了。
不，你来做什么？阿布先生一定是来找我的。你送的玛瑙，皇帝和我都看过了。好。道，那不是我想和娘娘说的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你记住，不管什么时候，贵妃永远都不会是一个人。我们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好了，最后一位客人就要到了。皇帝没有杀我，可他的仁慈和勤勉还是让我倒在了贵妃的面前，他却在一旁写下了四个大字：阿布，字送给你了，猜猜什么意思？极乐之乐，驾驭所有的人就是帝王的极乐之乐。极乐之宴的最后一位客人是安禄山，皇帝散发击鼓迎接他，欢乐被推向了高潮。安禄山要造反的消息早就传遍天下，皇帝仍然以盛宴款待这个要杀他的男人。皇帝是宇宙之王，天真之子，凌驾于一切之上。这就是延秋门，极乐之宴十日之后，安禄山就起兵造反了。李隆基原本不逃，安禄山扬言一定要得到杨玉环，这才是他离开长安的唯一理由。结果，十万人由此出逃。突然在马嵬驿发动了兵变，逼迫皇帝处死杨贵妃，打破安禄山得到贵妃的梦想，平息叛乱。皇上，高力士回来了。把门全打开。再用这个盘子拖着娘娘的人头出去，妄想。那陈玄礼就不能担保金无畏的忠诚了。
皇上，你想说什么？你可以试试。这时候来见我，是要我随你去倭国吧？这也是皇上的意思，因为见到娘娘的兄长姊妹都被叛军杀了。那都是因为我，要是我走了，下一个杀的就是皇上。不走，下一个就是娘娘。阿布，在。你到大唐那么久了，是你该回家的时候了。我不会随你去的。阿布。在沉香亭要告诉我的话，你不说了吗？在极乐之宴的最后一刻，贵妃似乎已经预感到了自己日后的命运。强盛时，他是帝国的象征；危难时，将不再需要他。在马嵬驿，他因此渴望拥抱所有的爱。他知道死亡来临时，他再也听不到爱的表白了。我懂。你的眼睛都告诉我，我很满足。叛军已经杀了杨家兄妹，如果再交出杨玉环，或者杨玉环自杀，失去皇帝权威的李隆基，自己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他随阿布离开，叛军一旦察觉，皇帝本人还是死路一条。所以，为了皇帝的颜面和安全，杨玉环的生死两条路都被堵死了。难道除了生死，还有另外一条路吗？我有一条万全之计，可保皇上平安，也可保娘娘不死。兰龙，躺下。这是一条脱身之计，名叫尸解大法，就像万物冬眠一样。只要一根针，我就能让娘娘长眠。一针刺入，娘娘的呼吸脉搏就会停止，心跳也没有了，神鬼来言也是一具尸体，所以叫尸解大法。以后怎样？施法之后虽然没了气息，但娘娘不仅毫发无损，还能容颜不老，这都是因为封闭了真气的缘故。玉环，
我绝不会让黄河对你这么做。皇上，皇上，请看。你醒了，起来吧。这不过是气脉疏通的征象，歇会儿就好了。皇上，这可是娘娘唯一的活路啊！你不是说可以让娘娘长眠吗？事后怎么办呢？封棺下葬，待局势安定后，开棺取针，迎回娘娘。没有痛苦吗？没有痛苦。玉环，我很想把我的头颅放在那个盘子上，让高力士端出去。可那样，就违背了我和你白头偕老的誓言。不许你们活埋贵妃！大法就是活埋，陈玄礼来了，你想怎么交代贵妃的死因？咱已经交代嬷嬷缝好了白绫，那得有人在贵妃的脖子上做出勒痕，陈玄礼的看才会相信。嗯，高力士，哎，你来做。我，你想让我背负杀死贵妃的罪名？而且没有告诉皇上。你就杀了贵妃。Thank you.
皇帝终于让陈玄礼相信杨玉环已死。他才是真正的幻术大师，而我却一直沉默。你的意思是根本没有开棺取真的可能，师姐大发只是拿来哄骗杨玉环的一种死法。还有哪种死法能让杨玉环像睡着了一样，怀着对他的爱和重逢的希望去死？杨玉环并不知道师姐大法是个骗局，对吗？他知道，面对玄宗的困境，他决定帮他一起完成这个骗局。如果他知道这是个骗局，为什么最后在诀别的时候，他还把那缕头发送给李隆基？难道他还爱他？也许这才是杨玉环所相信的爱情。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我的诗感烧了。我要去杨玉环的墓地。我想知道杨玉环他到底怎么样了。就是这儿，进来。是谁打开了石门？之前有人来过。动过石棺了，啊！上下没有对齐。来帮我！我不要看，我宁愿不看。乐天。师姐大法是真的，你要干什么？把灯芯给我，把棺盖合上。你疯了？合上。Thank you.
这是什么？指尖上的鲜血，他没有死。他想推开棺盖，却推不开。不错。他在封死的棺木里苏醒了。你是白龙？贵妃呢？她在哪里？你猜对了，空海。他知道这是个死亡骗局，可不知道会在棺木中苏醒。醒来以后，要等多久才会死去？就护送皇上离开了马嵬驿，我和丹龙躲开了追杀，偷偷地跑回来，想要救出娘娘。妃还活着，他死了。嘘，师姐大法只能让死人面目如生，但不能让他死而复生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师父说了，开棺拔针，娘娘就一定能醒过来。开棺拔针只是拿来欺骗贵妃的，没有人愿意背负杀死贵妃的罪名，连皇帝也不愿意。皇帝来抢救师姐大法，你怎么知道的？皇上和我爹一到马嵬驿就在小屋里商量。皇后，商量什么？商量怎么欺骗贵妃。可当时你确实没有呼吸了呀。封闭气血只能维持一两天，之后就会自然醒过来。我以为他喝了那杯酒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什么酒？师姐酒。酒是我备的，我爹在酒里下了蛊毒。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你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我爹，我不能戳穿他违背的。那你还跟我去墓穴里看过？你指我看到什么？你是他们的帮凶。白龙，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你还有谁？我还有他，他会醒过来的。
丹龙再也没回来。白龙，那个问我们是不是白鹤少年的杨玉环真的已经死了。我和你一样绝望，人心这么黑啊，我想找一个不再痛苦的秘密。后来呢？发生了什么事？你需要一块生肉。我知道。一入猫身，你就永远回不到人身了。不要也罢。合为一体以后，他的记忆变成了我的。在冥冥中，我听到鬼妃在石棺里绝望的嘶喊。
玄宗是因为思念贵妃而哭瞎的双眼，他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你现在该知道怎么写《长恨歌》了吧？不然我也可以杀了你。你已经报复了很多人，多吗？仇报三代，我还没有杀够。 你想杀的最后一个人是丹龙，不错。杨玉环呢？他在哪里？他还活着吗？告诉我，他还活着吗？他会醒过来的。 你难道还要继续欺骗自己吗？ 卖幻术的瓜翁，他来做什么？他请我们赴宴。只有你们两个吗？还有人会来的。
不可能。多不多？多。哎，这是娘娘的翠箫。你们就是白鹤少年。德龙，你还玩幻术？我知道是你把贵妃带到这儿的。我只是想重温一回白鹤少年在一起的好时光。白鹤少年早就不在了，贵妃却是永远的贵妃。水底安放在冰窟之中，就是为了等待今天。我的心愿已了，没有遗憾。我不是那个身体，已经很久了。白龙，这也是杨玉环想跟你说的话。他不是那个身体，也已经很久了。你现在可以杀我我要回倭国了。哦，那你的无上秘怎么办？我在杨玉环的生死里找到的，就是无上秘。无上秘也在我的《长恨歌》里。嚯，是改好了？一字不改。你不是一直害怕它是假的吗？可情是真的，
白龙已经证明。你的诗里并没有白龙。诗是白龙写的，不是我白居易。就这样，走了。凭这一点，你就超过了李白。决定再闯青龙寺的山门，没想到这一次大门却为我打开了。惠普大师在楼上等你，他说你认识他。是空海吗？丹龙，我们又见面了。不再痛苦的秘密，你找到了吗？
but hey, descendants, guess that's all I could say to you. All the rest is now up to you.